sincerely hope you enjoy this beautiful little thing entitled Ugetsu. In Japanese, it means fantas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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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ntasy.好，这就是他讲的，当出去玩旅游的过程就能生长开。跟其他的秀不一样，因为它其实从时装秀的角度又可以看到实用跟功能性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啦。而且它又有很多跟运动风结合，跟那种秋冬时尚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实用跟功能兼具。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这样子的，尤其是旅行品牌做时装节目，觉得还蛮惊讶的。
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司的成功，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。我想今天有这样的结果，其实是全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去做出来的。其实这也就是我们 Travel 的基本的精神。半年的大家一起努力，对，然后今天画下很完美的句点，是，真的要感谢太多太多人，真的太多，谢谢姐，我今天回去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对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